牵手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卖房子，我们要搬家了。啊，放心啦，卖厝不要紧哦，快，快快快来！哎，安妮同学嘞？哇，你骗人，他已经搬走了。那也要紧？他是找哪间中介公司？信义房屋啦。根据1988年3月的交易调查，这栋买房子时会觉得信义房屋在根据84到87年天价房子统计信义房的营业额是第一的。哎呦，你来在？因为我在信义房上班啦、啊。